这案子跟香港女警连续谋杀案相似，死者全是女警，都是颈部被勒窒息而死，我肯定凶手是同一个人。就算抓不到女警杀手呢，我也要和你结婚的。小龙，小龙，凶手故意把尸体放在这里，这分明是向我们警队宣战了。总之我给你一个月时间，凶手是不会停手的。九龙，你下地狱吧。 Where is hell？ 杀女警是第一步，杀我报仇是第二步。Then kill me.